片呢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拍摄，由主席陈道明担任总监制，副主席黄渤担任。欢迎各位，这部影片也获得了本届金鸡奖。颁奖典礼上带来精彩的，欢迎谢霆锋。这部影片，这是国内首部聚焦抗美援朝狙击手的影片。表演艺术家